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欣。那 La Prairie 呢，今年推出了新款的鱼子精华琼桂面霜。那这款面霜呢，里面的成分呢已经全面升级，它的提拉紧致效果呢和滋润效果是以前老款的两倍。那今天呢，欣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试用心得。那我本人呢是混合偏干的肌肤，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就非常的需要一款滋润型的面霜来滋润和紧致我的肌肤。那 La Prairie 这款新款的面霜呢，我是早晚都有用的。那它的这款膏呢，非常的丰润，很容易涂抹，很好晕开。涂了之后呢，皮肤变得超级细腻，而且皮肤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滑。那它这种滑的效果呢，会持续一整天。那我一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T 字部位就会很油，其他部位又会很干。那我晚上用了 La Prairie 这款新款的面霜之后呢，早上起床 T 字部位不会很油，其他部位也会很干，就是刚刚好，然后气色也会变得很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款产品呢，它非常非常的香。那我其实觉得它这个香呢，跟这个产品的本身呢是相匹配的，因为它本身呢并不是一款 organic 的产品，它是用这个高科技去萃取的这个鱼子的精华，所以它需要这个特殊的香液呢去去除这个鱼子的腥味和保存这个鱼子的活力。我本人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这种香味呢。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La Prairie 这款新款的鱼子精华琼桂面霜呢，会在今年的九月份在悉尼的专柜上架，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下手啦。拜拜。